这次我来的比较突然，实在冒昧。没关系，我明天就是 check in hotel。啊，你说的哪里的话啊？房思远这两天太忙了，所以他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。他怕打扰我休息，就把我送到爸爸那儿去住了。今天他告诉我让我回来吃饭，可是我今天录节目太晚了，所以回来就晚了。 这样，你在法国的时候那么照顾我，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。应该的。所以你就在这儿好好住，没关系。我跟思远可以回我爸那住。是啊。OK， 那我就打扰一晚，明天早上我就 check in hotel。哎呀，不用那么着急，早点休息。我们先回去了。啊，行，走了。晚安，晚安。 自己找地方住吧。哎，老婆。爸。嗯。需要帮忙吗？需要啊。 你站那儿帮忙啊！包括的任务交给你了。哦，闺女啊，嗯，就你这事儿吧，我是这么想的啊。既然人家来了，咱就应该客气点，礼貌不能丢，姿势不能丢，是不是？你说杜杜能跟妈妈在一起多待几天，她也挺高兴的，是不是？ 杜杜这孩子挺可怜的，不是跟妈不在一块儿啊，就是跟爸不在一块儿啊，这好不容易人家一家三口，是吧？聚齐了。听这话，这意思好像他们才是一家人，我是第三者呀。不，嗨，人家曾经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哎，杜杜和他们俩是有血缘关系的，对吧？哈哈。 所以呢，你多担待点啊！你现在和杜思远是夫妻关系，那过去那个人杜杜他妈不也是，对吧？当然，现在你们两个结婚了，这只能说明杜思远更爱的是你，你应该踏实。<笑> 那也难保以后不怪上别人呀。以后的事儿咱保不齐，是吧？但起码咱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。你觉得呢？一个男人，你要给他时间，给他空间，让他去把这些事儿都处理了，明白吗？哼！我还告诉你吧，一个男人，他要是心里有你的。 你甭管别人怎么想啊，你怎么什么捯饬，怎么什么挑拨呀，没有用。因为他这心里只有你，装不了别人。你就把这次当成一个考验，这杜思远的机会，怎么样？还别说，什么话今天嘴里一说吧，就挺舒服的，好像就没那么生气了。 还是您看问题看得透彻。你爸我什么人啊？啊，我过得桥比你走的路都多，是不是？光看别人问题看得透彻，您自己个儿的呢，都不知道处理处。我自己个儿哪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啊？没有。这小的时候吧，是我们不懂事，我们还琢磨呢，小姨为什么都一直不嫁人呢？ 这长大了才明白，原来他是对您有意思。当然我也知道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您对他是真心没意思。那跟着瞎掺和是吧？我没瞎掺和，我从头到尾都没瞎掺和，我一直是保持中立的，您是看得出来的吧？嗯，真是，就这点儿，你比那几个更了解你爸。
可是爸，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得跟小鱼说清楚。都这么多年了，再这么拖下去，能拖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你说的清楚，怎么说清楚啊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可是你小姨她就是一门心思就这么想，加上那几个跟着搅和。再说了，我不能直接跟她拒绝了吧？你小姨这么多年对咱这个家，给你们又当小姨又当妈的，是不是？我要真那么说，还真不好。您这就是不主动，不拒绝。我是拒绝的，真的。哎，对了，闺女，嗯，爸拜托你个事儿，嗯，你去跟你小姨把这事儿说清楚。我才不做这个坏人呢，你当我傻呀？嘿，你说你这孩子，让你干点真格的了，你缩肩膀。叔长早！哎，早早早！钱叔早！早。哎，叔早！哎，早早早！都准备好了啊！叔长，哎，外公！哦，哦，哟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外公，我给你带生意来了。哎呦，你还给我带生意来了？哎呀，那我倒要问问你，给我带什么生意来了？上次我们同学吃了这儿的饭菜，觉得特别好吃，嗯，让我买回去给他们当午餐，嗯，按一盒15元的标准，我要10盒。哦，你这是来订盒饭来了？啊，可是，我们是一个大饭店，我们不卖盒饭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他们都把钱给我了。哎呦，钱都收了。啊，那我可得想想怎么办啊。嗯，有了。我们这儿不卖盒饭，但是我们做好的饭是可以装到盒里的呀。明白吧？外公，你太帅了！哎，我保证啊，让你们用这150块钱，10个人吃到满意的饭菜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可是有一条你给我记住了啊，以后来这儿不允许到我们后厨来，厨房是不许外人进来的。明白了吗？你要想见外公，跟外公有事儿说，你就让他们打内线电话把我叫出去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厨师长。去等着吧。哎，外公，钱。这钱一会儿再交。这小子还给我带来生意了。哟，全叔，切肉呢。全叔，这围裙没带，我把围裙给您系上吧。好嘞。小心手啊！哎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呀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姨婆，小军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订的餐，外公这给我做呢，他不让我进厨房，让我在这儿等着。你面子可真够大的，等着啊，姨婆这就给你看看去，你等着啊。嗯，谢谢姨婆。哎。哦，手给切着了，破了。那你给我快点，酒，白酒，白酒，小碗毒酒，白酒，这，哎，不能光拿瓶子，拿个，对，往这边去，给我。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倒点白酒。这怎么了？这厨子把手给切了，这不太正常的事儿了。对不起啊，全叔，我不会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对不起。行了，没事，你赶紧走吧，没事了啊。哎，牡丹，你别走，这伤口还没包扎呢。不是，姐夫啊，这干了30多年的厨了，怎么把手给切了？这有什么了？这是，是不是分心了？分什么心呢？你这，急什么？我这什么还没说呢，你就急了，扎你心了是吧？牡丹阿姨说的对不对啊？牡丹，没什么事了，你走吧。拿来，我来吧，我自己来。哎呦，话真多。这用完我了就跟我走了是吧？我用完你什么了呀？我
你这手都这样了，还能给小军做饭吗？我来吧。别，我这厨子多着呢啊，我让他们做。有的是人还把手切了呢，要没人呢。你看你这是。快，菜都做好了啊！这可是你姨婆亲自给你下厨做的，有糖醋排骨、宫爆鸡丁、荷塘小炒，你可以回去交差去了。哎，小俊，你要拿不了，姨婆给你送学校去。我爱你们。行，那行，你们俩走吧，我忙去了啊。哎，你忙你的，收拾好了，快点。怎么把手还切了呢？老全呐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可别多想啊。哎呦，我可没多想，我怕你身边的人多想。少说两句不行啊，我这出来清静清静。说这事儿我脑仁疼。这俗话说得好。一山难容二虎，我说你有完没完呢？你这个老豆，你等着我收拾你！杜云回来的事情，事前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连酒店都已经订好了，我回去只想打声招呼，没想到杜云喝多了，他把红酒洒在了我的身上，所以我就想我洗个澡换件衣服，然后再到酒店去，没想到这个时候老婆你偏偏回来了。老婆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绝对没有撒谎。山中无老虎，猴子当代王，反正我不在家，你说了算。老婆你别生气啊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呀，气大伤身。再说了，你做错什么了？现在，那杜云已经搬到酒店去了，要不然咱就回家住。我昨天晚上跟老三、老四聊天没聊尽兴，今天晚上可能会接着聊。老婆，咱不闹了，行吗？杜云对我来说，她就是杜杜的妈，我跟她之间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别的关系。杜思远，你说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呀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杜云的出现确实挺出人意料的，不过他什么时候想回国那是他的事，人家没有义务跟咱们打声招呼，对不对？是是。你和他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那种天天闲着没事的人，所以你别跑来跑去瞎折腾，该干嘛干嘛去，操好杜云的心就行了，不用担心我。老婆你不生气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还是我的老婆善解人意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我还有个女朋友。老婆，录影愉快。喂，杜云啊，宾馆待得怎么样？杜杜没有给你捣乱吧？啊，那就好。
你说什么？我公司现在有个450万的空缺，我已经收到法国人的律师函了。我必须在一周之内把汇票打过去，要不然法院就会判我破产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？我目前暂时还不能答应你，我必须要跟权威商量一下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毕竟你是杜杜的妈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嗯，好，先这样。哎，警长，王总，全案，有人报案说那个山区小广场那里有一条流浪狗四处伤人，你们去看一看。好，警长知道了。带家伙。好。豆豆刚才已经搬出去住了。杜思远这两天呀、啊，又是送花又是道歉的，我现在呀、啊，好像已经没气了。所以，我打算搬回家住，省得爸回头啊又不放心的。行了，姐夫知道错就行了。我想他这次也长记性了，你那小性子啊，也就适可而止。对啊，哎呀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表面上风平浪静的，实际上早就翻江倒海了。愉快生活，愉快工作，对吧？大事明白，小事得糊涂啊，那才能够永葆青春，对吧？行了，你搞得你跟过来人似的，不跟你说了，拜拜。来来来来，尝一口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吧？外公，是不是因为是我点的，他们就炒的特别好吃啊？我想想啊，嗯，应该是。谁让你是我的大外孙呢？美的你。我们这是做生意的，童叟无欺，无进无出，一视同仁，知道吗？哎呦，钱生，哎，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来看看，这是我的外孙黄小军。哎呀，阿姨好，你好，长得真好看，你来这吃饭呢？不是，我带走。哦，哎，对了，你后边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了，我那个修的晚会都填满了。哦，啊，那你帮我一忙。这孩子这东西太多了，我有点不放心。没问题，来给我，来那个，阿姨去送你啊。全叔，我这个，这不交给我了吗？行，那走了啊。哎，客气。乔伟啊，取消我今天晚上所有的约会啊，我家里有事儿，我要回家，就这样。你好，来来来，让开一下，让开一下，都让一下，都让一下啊！警察来了，这么小个狗，是那有什么杀伤力啊？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。这流浪狗在公园里面随地大小便，不找你们警察找谁呀？没见过狗，这么小的狗你也至于报警啊？刚才差点咬着小孩了。那我来吧。小狗你也得小心啊，我来。不是，哎呀，我来吧，这么小的狗怕什么呀？看就不咬人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来吧，我来吧，啊，我这正好买了吃的，火腿肠。来来来，乖啊，乖乖乖。饿，不错。来，哎，你小心点啊。是。是个善良。乖。是。来吃。乖了一点。哎哎哎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那。哎呀，真咬了。让我看看。真咬了吧？这没事吧？坏了坏了，流血了，快点，咱们去医院。是啊，这个。
官给我的律师函，50万欧元不能按时汇过去，他们就会提起诉讼。来，钱也交了，药也拿了。大夫，这样就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即时心了啊。这可千万别有什么差错啊！他可是为了帮助我们救流浪狗才受的伤。警察同志，你放心，这伤口包的很好，针也打了，按时来注射疫苗啊。没事，你放心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，大夫，那个前两天我正好被猫给猫了一下。你这都不是事儿，人家是24小时之内，早都过期了。走吧，周翔。哎，谢大夫。哎，不谢，慢走。哎，你这也太聪明了。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还害你受了伤。这件事儿啊，我会向所里汇报的。哟，谢谢你，然后还带我来医院，多不好意思。没事儿。哎，请。你什么事儿？啊，说事儿就在这儿说吧。那天不好意思啊，我没去吃饭是。啊，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你不就是被人扣住了吗？是吧，王警官？我只是秉公执法，我。我昨天没赶上吧，我也挺不好意思见你的，没跟你解释。要不今天请你吃顿饭，补上昨天那顿。吃饭啊？好啊，去哪儿吃？你定吧。行，王警官，那我们就去吃饭了啊，走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哎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？我眼睛疼。哎，不要用手摸眼睛啊！我来。嗯，行了，你起开，这顿饭是我的，你去。行，哎，你别用手摸眼睛啊。嗯。房间里就闻到香味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的手艺见长啊，色香俱全。什么叫色香俱全呀？是色香味俱全，好吗？好。那，这是我送给杜云姐的，麻烦你帮我送给她。明白。谢谢老婆。快尝尝好不好吃啊！哎，这个是我第一次做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做，味道怎么样？有进步，好喝。来，庆祝我的手艺有长进。好。
哎。老公，嗯，杜杜跟杜云姐去哪里玩了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去啊？我要上班啊，哪有功夫陪他？是这样不好吧？嗯，你说人家好不容易回趟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无亲无故，你作为前夫把他们两个抛弃不合适吧？哎呀，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有杜杜在呢，让他俩折腾吧。再说了，我每回见杜云啊，一见面就吵架，何必呢？是吗？嗯。哎呀，我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合适。她一个女的出去，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老婆，其实你这句话说的很关键啊。嗯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是帮还是不帮呢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你想想，她一个单身女人，一会儿国内一会儿国外的，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她求到我，我帮还是不帮？那她一个单身女人，那就算是帮，你也得分事儿啊。嗯，有些事情吧，你帮那是你仁义，你要是不帮呢，你也不用愧疚，毕竟你现在对她不用负责任。你现在最大的责任呐，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吃掉，然后喵。嗯嗯嗯，好，我很快，我很快啊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权威有什么意见啊？赶紧回复我嘛。这件事除了你，没有人可以帮到我了。You gotta help me.老公，我美吗？你赢了。你那儿同学们都挺喜欢吃这儿的饭菜啊。嗯，他们都特爱吃。其实啊，我觉得你下一次不用跑这么老远，拎那么多，你可以在网上订，让我们的店里给你送过去，无非就是同学们多凑一个送饭的费用啊，这样你可以多休息一会儿啊，是不是？嗯，他们说我买的菜更香，分量更大，所以坚持要我来。那以后你就多叫一个人来啊，你一个人拿不了那么多。小新来啦。阿姨好。你好。又订这么多饭。来来来，我还帮你送。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哎，小黄啊，那个小军最近这订饭呢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你到那儿帮我长个心眼啊，打听打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这是，哎，行，您放心，小周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阿姨快点。哎，来了。阿姨，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我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。那你
喜欢看动画片吗？喜欢。啊，那你在哪看？电视里看呀。那你没去过电影院吗？啊，没有。阿姨，那你也太老土了吧？那个电影院都现在播好多好看的动画片呢，我超级喜欢看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你去看了吗？妈妈说，考试前杜绝看电影。好。哎，丹丹。哎，谢谢阿姨。不客气。阿姨再见。慢点跑。喂，陈老师啊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了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好的，谢谢陈老师，再见。昨天十盒30块钱，今天12盒36块钱，跟同学一起吃饭，外公给你买的单，你跟同学说是 AA 制，啊？你跟谁学的呀？跟谁学的？跟谁学的？钱呢？钱哪儿去了？反正没干坏事。没说你干坏事，把钱拿过来，我还给人家。钱呢？你过来，你给我。别动我东西。给我，给我。你给我，听见没？哪儿去呢？我还教不了你了。这才多少钱啊？啊？肯定不止这些。钱哪儿去了？那些钱呢？你不说哈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你叫不务正业，投机取巧。其他的钱呢？其他的钱呢？哎，回来！太气人了！不是勺一舀一舀，没错，太大。这是我弄的。爸。哎。哎，豆叔，哎，你好，妹妹来了啊！小军来了吗？来了，这不是中午来买饭，然后就回去了。不是中午，是刚才。那之后来过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孩子啊，他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啊，说他前阶段不是带同学过来吃饭吗？回去就跟人家收钱，说是 AA 制。说这两天从您这儿打的盒饭回去跟人家一份收18块钱，还赚3块钱。我就在那学校门口，我就说了他两句，他就跑了。跑了啊！跑哪儿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就到您这儿来看一看。孩子跑了，你跑我这儿来看什么看啊？你赶紧回家，非得先回家了，回家没人，到时候回去看看啊，回去看看。那我先回家吧。我也给你找找，你去吧，这交给你，你放心。哎，全叔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小军不见了，我得找他去。啊。怎么来了？有点事儿想要跟你说。喂，姐，小军儿，没有啊？我知道了，我们这就去找啊。哎，别急，别急。怎么了？小军儿不见了。啊？啊！快点！
我先上班级去啊。哎，哎呀，你们班那个黄小军你看过了？他又回来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走走走。啊不，他不是他们班的，肯定不知道。看到黄小军了吗？没有，就是。哎，同学，你们班黄小军看到没？没有。啊，行行，谢谢啊。哎，黄小军，黄小军。没看，你都没看见啊？没看见。行了，谢谢了。哎呀！小娟儿，你好。教练，看到我们家黄小娟了吗？她今天没有来。没来啊？好了，可以走了，走了。哎，老婆，我们分头找，分头找啊！没看到啊，这本哪有啊？这本这边。黄小军，你去哪儿了？什么怎么样？抖音给你发的。微信能接，却不能打电话。真是，你给他打过去是蓝牙。喂，爸爸。喂，哎，豆豆啊，小军有没有跟你联系啊？我这边信号不好呀，想联系我也联系不上啊。他平时都能去哪儿啊？平时，你去冰场或者麦当劳看看。他跟他妈妈吵架了，小军不见了，现在全家都在找他。哎，你记得啊，如果他跟你联系，你马上告诉我，听到吗？好，那个你等一下，妈妈要跟你说话。哎呀，没什么事。哎，你干嘛呀？突然之间把蓝牙关了。没事没事。哦，陈威也在啊。那这样吧，没事了，我们改天再聊。好，就这样。没事没事。你们俩什么情况呀？怎么一听到我声音就挂了呢？现在不是忙着教小军吗？什么事回头再说。什么叫没什么事儿啊？背着我这神秘秘的干什么呢？我们能有什么秘密啊？啊，谁知道？考不好是要复婚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他复婚，我打死都不跟他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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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找小军。我当时我没说他什么，他就跑了。哎呀，哭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哭有什么用啊？哭有用，大家都哭，闹人心烦。大姐夫，你现在这么吼大姐还有什么用啊？你就让大姐哭一下嘛，哭一哭心里也舒服点。哎，小伟啊，找着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啊，对了。冰场往北边走啊，有一个麦当劳，我记着，过去我带他去过。是这儿吧？听话啊！想回去。听话啊，小军，肯定大人都着急等着你呢。乖啊，走，走啊！你赶紧去看看去，我过去带他去过那儿。
快去啊！一有情况赶紧打电话。好嘞。哎，全叔。哎，我知道。小军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臭小子，跑哪儿去了？你干嘛呢你？干嘛呢你？什么你？干什么呀？你吓着孩子了。到哪儿啊？你不知道妈妈担心啊？怎么跟孩子说话？哎呀，小军儿，跟外公说，吃饭了没有啊？黄阿姨给我吃过了。真的？哎呦，谢谢黄阿姨啊！哎呀，你在哪儿找着他的？我是在那电影院门口等他，给等到了。电影院？啊？你怎么跑电影院去？对呀，哪儿都想了，就没想到电影院。哎，你怎么会想着他在电影院呢？那天我不是陪他去学校送盒饭嘛，然后他路上跟我聊，说他喜欢看那个动画电影，家里人不让他看，怕影响学习考试。然后我就想，哎，正好他们学校旁边有个电影院在放那动画电影，我就说我等等吧，我就试着等，结果还真把他给等到了。嘿，你看看，这真是太好了。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行，那个您别这么说，全叔，找到了就好。那我走了啊。哎，静怡再见。牡丹啊，你可为我们家立了大功了。怎么着也得坐下来吃个饭再走吧。哦，对对对，吃个饭吧，来，吃完饭再走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跟你说，要没有你这孩子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坐下来说，真的，找到了就好。那个全叔，我家里还有事儿呢，我走了啊，静怡。这小军呀，是我们家第三代，就这么一个。哎呦，他是我们全家的宝贝，再怎么着你也得坐下来喝杯茶再走吧。说的对，喝杯茶吧。啊，真不用了，全叔，一家人团圆就好，找到了就好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正好我也上店里去，咱俩一块儿走。哎，您我也带你们送他。不是，全叔，你真不用送。全叔，你真的不用。走，你们不用送了，我送。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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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您回去吧，让我一个人走吧。嘿，你说你这小黄，这才走几步道啊，你催我好几回了，你怕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人说那不三不四的话了，你在意了是吗？还是说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呀？那行，正好我陪你一块走走，你把你对我的看法都说说。我不大会说话，我觉得好像静怡对我有点看法。哼，别人的看法是别人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全叔，我跟您说实话，我来城里打工，其实我就想学个本事，我这样就能养活我自己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像他们想的那些什么想法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行，既然你把话说这份上了，我也跟你实话实说。我对你的帮助啊，就是纯粹的帮助，没别的目的。要说咱俩呢，顶多就是有一共同的爱好，啊，喜欢看武侠小说，能凑到一块儿。至于他们想的那个，别说你不敢想，哎，我也不敢想。我多大岁数了，我还怕别人戳我脊梁骨呢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他们风言风语的。我怕我在川江也待不下去了。你别有负担，啊，千万别有这个负担。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儿，咱自个儿心里头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就成了。小姨，这黄牡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前就是菜场一卖菜的，不知道跟你爸怎么认识了，俩人聊武侠聊到一起去了。这聊着聊着就聊到川江人家去了，我也闹不清他们怎么回事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今天这事儿啊，得好好谢人家，是不是啊？老大，哎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小军明天还上学呢，都早点回去吧。我也走了，啊，我还有事儿啊，我走了。哎哎哎，小姨等等。干什么？三妹四妹，你们走了啊？哎。路上慢点啊！嗯嗯，跟小姨再见，再见，拜拜拜拜。以后啊，不许跟同学什么赚钱啊、买电影票，干什么？
干什么都听妈妈讲，知道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呀？老四，你也别管了，这事儿你也管不了。全叔，哎，我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了？我不想离开川江，我就想留在川江，我想留下来跟你学本事，学安身立命的手艺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你要想好了不走，我还绝不会让人为难你。从明天开始，咱该学做菜学做菜，该怎么着怎么着，咱好好把本事学到手了，总能把日子过起来，对不对？全叔，我没什么文化，读的书也不多，但是武侠小说我读了很多本，那上面讲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道理我懂。是，您帮我这么多，我从心眼里感激你，就是我的恩人，请您受我一拜。你嘿嘿，你这吓人呢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还行起大礼来了？什么恩人呢？我云玉有什么恩呢？我还恩人呢？哎，你可千万别这样啊！哎，要不然咱们这么着吧。你不是老叫我全叔全叔的吗？我这辈儿在这儿呢，你干脆打明儿起改口叫我师傅，咱以师徒相待，咱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师徒关系一样。只不过我教的不是武功，我教的是炒菜。师傅，请上徒儿一拜。徒儿，师傅我领了。师傅，请。请。哎呀，总算体会了一把当母亲的感受。怪不得多多跟杜云那么亲呢。说，你刚才跟杜云为什么那么神神秘秘的呀？如实交代。能有什么情况啊？就是那个杜杜吧，他想跟杜云再多待几天，我怕你听到了生气。就这事儿啊，你至于吗？跟我遮遮掩掩的，我有那么不通情达理吗？早知道老婆这么通情达理，我就不用这么遮遮掩掩的。行了，就别说是多住几天了，就算是杜云真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该帮的也得帮啊，毕竟她是杜杜的母亲嘛。嗯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好累啊。啊，好累啊！行了。哎呀，我真想躺在床睡，我什么都不想干了。老公。刚才手机好像响，是吗？啊，对啊，我要去洗澡了。好。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钱我会打给你的。说什么谢谢，是我应该做的。行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什么钱啊？你们都听见了。什么钱啊？杜云的公司遇到点麻烦，急需一笔资金周转。你借了？借了。多少钱啊？400。
多少钱？450万。杜思远，你疯了？你们俩什么意思呀？怎么你们一回国就管你借钱啊？这是你们俩复婚的第一步吗？不是，哎呀，老婆你别激动啊。我能不激动吗？450万，你把我卖了值这个钱吗？我家开银行的呀，我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这笔钱他一定会还给我们。怎么还？我们帮他度过这个难关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也算是积德，是不是？而且你也说过的，哎，他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可以帮他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说他一个单身女人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呢？这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他求到我，我帮还是不帮？就算是杜云真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该帮的也得帮啊。嗯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杜思远，你早就打好如意算盘了是吧？行，杜思远，你又骗我，你一次一次欺骗我，你现在又拿着我们家的钱出去养女人，我哪有养女人呢？你450万，哎、是那么多钱吗？他说了会还呢，这怎么还呀、啊？他万一还不上呢？还得上，怎么就还得上呀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是你老婆，行吗？啊，行你。你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家，你干嘛呀？我离家出走。哎，老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什么事儿啊？赶紧说。哎，我看你这怒气冲冲的，你不会也有事儿吧？你们不是有事儿吗？先说，给你们10分钟时间了。啊，这么短？那个老三要辞职，辞就辞呗。什么？你问都不问一声啊？哎。当初好不容易进到图书馆这个工作，你怎么还能支持他呢？不就是辞职吗？至于吗？还要开会研究研究啊？本来就指望你这回来好好劝劝他的，现在可好，就剩下我一个人反对了。我还是觉得，图书馆这份工作不能辞，既体面又轻松，是吧？虽然拿的是死工资，可是福利好啊，别人想进还进不去呢。所以你们都冷静冷静啊，好好想想。大姐。没说图书馆的工作不好，这不是不适合三姐吗？三姐这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，实现人生理想。人活着呀，得有奔头，可只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，她才有奔头。要不这一天天待着，多没劲呀！你行了，那小嘴叭叭叭叭的，就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？你到了姐这个年龄，你就知道了，只有平平淡淡的生活，那才是最大的幸福。姐，你说爸爸不会生气吧？肯定会生气啊。不过看你这样子，不是下定决心了吗？不然你这性格呀，提都不会提。静怡。哎呦，周强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回家路上失眠，过来看看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送给您的。哎呦，来就来吧，怎么还给我拿上东西了？这个是我拍照的厂家送的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但是听说效果挺好的。这都是年轻人使的，我这么大岁数了。您哪像上了年纪的人啊？这都这么漂亮，那年轻的时候还了得呀？真会说话，这话呀我爱听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还真有个事儿找您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在咱们社区啊办一个老照片的影展。上次贴宣传单的时候被牛老爸抓住了，我也长记性了，这次啊我得走程序到您这儿申请一下。好啊，知错就改就好。什么样的照片呀？三姐，决定了就别回头，勇敢向前看，这事儿
我支持你啊！哎，行了行，作为过来人，我得给你两点流血流泪换来的建议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！第一，工作可以辞，但是郭崇给你介绍的工作靠不靠谱？值不值得你把图书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给辞了？第二，你得跟爸商量，让他同意。二姐，你说的这第一点肯定没问题。三姐要去的这公司啊，是郭崇他们家开的。凭三姐跟郭崇的关系，这郭崇肯定安排的妥妥的。全老三、全老四，你们给我记住了，一份工作对于女人来讲，不仅仅是一份收入而已，它更是你价值跟尊严的体现。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，女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天地，要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主导者。这种主动权，对你来说不仅仅是女人幸福的砝码，它更是安全的保障。这就是要给自己留后路，你懂吗？啊，感情呀、婚姻什么的都不靠谱，说变就变。你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你的事业。哎呦，真好哎，能推广我们社区文化，我们社区啊应该大力支持。啊，不过有一些老照片啊都收集的不够多，而且这现有的有一些你看都磨损了。还有一些啊都丢失了。你说这些老照片是吧？嗯，跟你说呀、啊，我那儿有好多我年轻时候的老照片呢。等哪天我拿出来给你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谢静怡，谢静怡。好，今儿呢已经下班了，明儿你找我来填个表，咱们走个程序。那您这是同意了？同意了。那我先走了啊，哎、拜拜。哎，谢静怡啊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二姐。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，郭崇给你的馅饼你接住，但是图书馆的工作不许丢。我看这也行啊，兼职呗，两条腿走路。老二，你老实跟姐说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不会是那个杜云这次回来真的是跟杜思远来复婚的吧？我也想知道。你给我闭嘴。一提我就来气。我觉得呀、啊，还是这张拍的好，人长得美。还是你拍的好，这张也挺好看。哎，这个就不要了吧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我就出去巡逻这一会儿，就趁虚而入啊。王冲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人家周翔过来给咱们所里拍新的上岗照片，是我请他过来的。还有啊，你上次为难人家那事儿，人家不仅没记仇，还免费帮我们拍照片。你有问题问所长去。他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拍完不赶紧走？孤男寡女的在一间屋子里，哼，不安好心吧你？你真是不可理喻啊！人家是等你回来呢，说的一些什么呀？啊，你拍不拍？不拍走人啊！全，别这样啊！王警官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咱们还跟你拍照吧啊！学学人家的度量吧。哎，来来，王警官，咱们拍照，过来。拍什么呀？明着的你。哎，这就拍了？我试一下。嗨，早说一声。来，再来一张。头抬高一点。OK。这么快啊？啊。哎，王警官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艾主任给我开的证明。老照片摄影展的事儿啊，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。你不要把我的正常工作当成我对钱爱的图谋不轨。艾主任听说这事儿，表示很支持的。他说这是共同建设社区的文化。王警官，哎呀，我和全爱不是你想那个意思。
你就别在我身上使劲了啊！你说什么使不使劲啊？我根本就没听懂。喂，刘成啊，我菜场了，怎么了？老婆，好消息啊！我跟你说，厂长任命书马上就下来，厂长我是当定了。好事儿啊！哎，那我买点海鲜给你做好吃的啊，奖赏一下你。啊，不了不了，中午还有个饭局。啊，那你少喝点哈、啊，我买海鲜了，就这样啊，挂了挂了。哎哎，帅哥，鱼多少钱啊？30，姐。这小鱼30啊？就这小鱼？对，大鱼小鱼一个价，都30。我不是这个，都掺在一起了，都30。这么小的卖30也太贵了。姐，旁边市场您随便转，你要不您去别家看。我这样，我专门挑这种小的，不拿这边上这些大的啊，这都不要，就拿小的行吧？你卖15。姐，你看鱼都掺在一起了，老弟这边真没法卖呀。我自己挑啊，啊，你把筐给我，给我。是不是？得嘞，姐。什么点儿？您自己挑来，您自己挑。有时间，有时间。哎呀。行，就这样了啊，差不多。哎，大姐，您这都抓的大鱼。哎呀，就这么一条嘛。挑大的。不是小的。这个阿姨啊，你就装着里边吧。姐。哎呀，行了，得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我老来你这买还不行吗？你快称了啊，快称了。忘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这吃什么药呢？怎么了？维生素 C。没想到你还挺注重保养的啊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来。哟。来。哎呦！操！又喝这么多，死沉死沉。哎，让那帮孙子知道我快当厂长了，使劲灌我。那天我喝了多少？多少啊？这么大一壶的，四壶。哎呀，我去给你拿粥啊，拿那个小虾粥可好吃了，松手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你。我去给你拿那个护肝片，你喝了这么多酒，肯定伤身体的。我不要护肝片。大白天的你要干嘛呀？啊？大白天怎么了？在我自己家里，我老婆想怎么亲就怎么亲。哎，行了，黄永成，老婆，哎呀，还是没喝多，没喝多，你站着，回家了。你是喝多？我跟你说，任命书马上下来了，厂长夫人你是当定了。年终奖是多少啊？想要多少？我跟你说，要多少咱有多少。哎呦，黄大厂长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呀？
哎呀，哎，今天那个小鱼是我在摊上一条一条给捡出来的，30块钱，然后我跟他砍价对折，15块钱就卖给我，我厉害吧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哦，我不说了，来继续继续。大厂长，你真厉害。嗯。奶奶，我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我出去洗洗脚，等会儿再洗。我跟你说啊，王冲，以后你不许针对周翔了。嗨，我们俩刚才已经把话聊开了，啊，他说他对你没那方面意思，你也别整天的维护他了。不知道的话，还以为狗皮膏药贴上了呢。什么叫狗皮膏药？哎，你等等，他怎么跟你说的呀？他说他对你没那方面意思，不喜欢你这种女汉子型的。我怎么女汉子了？我的事儿不用你管啊。不是，全爱他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啊，咱能不能不为这些不相干的人伤肝动火呀？他不喜欢我，你喜欢我，我也不会喜欢你的。你别来劲儿啊！谁啊？是我，全爱。等等啊！去哪儿？给你看看，买了件新衣服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不过这好像不太适合你吧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？我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多着呢。啊，我想想啊，张曼玉、巩俐，啊，还有王祖贤，还有。你说的这些人啊，都能当你婶儿了。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？穿这么少冷不冷？来，不冷啊。赶紧把衣服穿上，别冻着了。来干嘛呀？给你熬了汤，亲手熬的。看你最近工作挺忙的，给你补补。你还熬汤？能喝吗？特别香，你尝尝。好喝吗？有点酸，这什么汤啊？黑鱼汤啊，这个汤特别补的。你闹啥呢？这黑鱼汤是发物，我这个伤好不容易刚好呢。是吗？嗯，还挺懂的。哎呦，今天还化妆了呢。那你觉得我化妆好看吗？好看。哎呀，你不化妆也挺好看，省得有人说我像女汉子一样。谁啊？谁说的？煮什么呢？阿胶汤。哎，小姨，你快来得看看，我掌握不好火候，这汤呀不是腥的就是苦的。你这是给王冲煮的呢，还是给周翔煮的？小姨，你又开玩笑，我宁愿跟小猫小狗煮，我也不可能给王冲煮啊，她就是我男闺蜜。怎么样，味道不错啊？让你爸呀重新再煮一锅吧。不至于吧？
还让我爸重新煮一锅得了。不过呀，我在这汤里喝出了感情的味道。这您都能喝出来呀？那是，小姨是过来人，这汤里都有什么味道，小姨一喝就喝得出来。小姨啊，你最懂我了，你快帮我点拨点拨。你说这女的要是喜欢男的，可是男的又不主动，这女的怎么才能追到呀？这你可把小姨问住了，小姨到现在还没追着呢。小姨，孩子，走，怎么就这儿啊？啊，欢迎，哎，你请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你好，小姐，请你帮我们安排一个全身的 SPA 按摩。啊，好的，请问是先生做还是女士做？我们两个都做，都做。哎，两个都做就算了吧，挺贵的是吧？哎，那么多少钱呢？要不然你就自己你做吧，你做吧，还真的是在烧钱呢，我出去逛逛。我就看看哪有打折的。现在有活动，你做一个买一赠一，做两个做一个是一样的，你就吃亏。买一赠一啊？你不早说。哎，小姐，你们最近是有那个买一赠一的活动是吧？小姐，我听说你们在网上有那个买一赠一的活动，这样麻烦你安排我太太做一个全身最好的一个 SPA 按摩，我做一个普通的全身按摩就可以了啊，谢谢你啊。好的，请二位跟我来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这挺好的，买一赠一啊。啊，对呀。哎，你看这环境也不错。你好，女士，这边女兵布到了，里面请。哦，我就在这儿啊。对，行行行。哎，那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小芳，好好享受，好好休息。OK。这男人的感情啊，都是一阵一阵的，不像咱女人，一旦动了感情，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。那我爸不也守着我妈一辈子吗？你爸那是例外。那小姨你呢？你图什么？我图什么？我什么也不图，只求为我姐把这个家守住了。没想到到老到老了，也想要个说法。小姨啊，我原来不明白，我现在特别理解你。感情这东西啊，有时候是拿不起放不下。如果重新再来一次，我一定抢在我姐前面向你爸表白，不管什么结果，我也无怨无悔了。那不行，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们了。那倒是，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就算知足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问你，你今天熬这汤是不是给王冲熬的？哎呀，不是给王冲。那是谁？是周翔。是什么态度啊？他倒是没跟我表白，不过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，而且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，所以就比较聊得来。但是他有时候呢，总是琢磨不透，若即若离的，但我还挺喜欢他的这种神秘感。小爱啊，你可别像小姨似的犯一辈子的傻。这男人他不向你表白，就说明他心里没有你。
再说了，你跟王冲从小青梅竹马又了解，我觉得还是王冲适合你。哎呀，我跟王冲真的是没那种感觉，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特好的哥们儿。小姨，我去看看汤好了没啊？哎，全爱啊，你对那周翔一点都不了解。有成，你在吗？嗯，是这儿啊。有成啊，有成，这搞什么东西？成啊，奶奶！你干什么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想干什么？又不是我啊！有成。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，这不情趣吗？长娥妹妹，什么情趣？你告诉我，你就这样情趣第几回了？哎呦，天地良心，我第一次，我就想……那第一次谁信啊？对不起啊，吓着了。来，老婆，让你穿的那个穿了没有？穿了没有？这是你的酒，啊，送的，998，多少？998，不是免费的。哎，那个我要了，小伙子给我留下，那个记在账上，回头记账上一块儿结啊。快走。干什么？什么就留下？哎，回来你别给我丢人，这酒好，喝点酒。知道这酒多少钱吗？管它多少钱的情趣。什么景区啊？998，998都不要。超市里98都不用，你跟老婆舍得不跟。你给我放开！你就这么败家呀？败什么家？不会自己赚钱容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把酒退了啊！怎么回事？还有这房子，退了给我回家。哎，你给我回来呀！本来今天我们的燕窝冰淇淋已经卖完了，听说郭公子今天要招待一位特别的来宾，这是我们临时加做的。真的是你？你比电视上还要胖一点。樱桃龙舌兰加上沙冰的完美搭配，还有燕窝的爽滑口感，酸甜可口。好像缺点什么。缺点什么？这个燕窝你用了三角盏，所以爽滑的口感打了折扣。小姨，你喝茶。怎么了，小姨？
小夏，小姨可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这胳膊肘可不能向外拐。怎么了，小姨？这话从何说起啊？我看出来了，你也向着黄牡丹，你们都护着他。小姨，您是不是想多了？这黄牡丹吧，也就我们后厨一个工人呗，他人挺勤快的，有时候这后厨地儿小，忙起来就你帮我，我帮你的，这很正常呀。瞧你紧张的，我这还没说什么呢。小姨，您肯定是误会了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这没有的事儿。行了行了，你也别跟我解释了。我问你，你们川江后厨是不是一直缺一白案？啊，对啊，我正为这事儿头疼好久。哎，小姨，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有啊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啊，您说您自己啊？这不合适，不太合适，这不行，小姨。你瞧不起你小姨啊？嫌你小姨岁数大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30年前我叱咤川江的时候还没你呢。我知道您厉害，可是我总觉得，哎，您说这居委会吧，他不也得您去忙嘛，对不对？不耽误，我们葵花小区那点事儿啊，平时一会儿功夫就弄完了，我过来帮帮你，这不是更好吗？小姨，说实话，我不敢劳动您的大驾。这后厨吧，人手，哎，我一时半会儿就能凑齐，没什么事儿。反正这件事啊，就这么定了。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儿，你要是再不同意，小姨可不高兴了啊。小姨，您要是真能来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不过吧，这个后厨是全叔说了算，横竖您得问问他的意思吧。好吧。我把他叫来，你们俩好好聊聊。啊，小姨，哎，包公子之前跟我说过，今天要来一位美食家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今天的燕窝确实用完了，我临时用的三角盏代替。其实上次在电视台我用的也是三角盏，但是那些美食家一个都没吃出来。以后还请全小姐多多观察。嗯，慢用。怎么看人呢？哎呀，这个世上所有的 loser 都是放错地方的黄金呐。你觉得你是 loser 还是黄金哟？我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吃货而已。谁说的？谁要敢这么说，你们跟他拼命。关键是啊，你在你自己眼里你是谁？到我这儿来。哎呦，不行啊，绝对不能让他来。他横起来，谁也拦不住。那我实在是没辙了。哎，后厨本来就缺人手，是不是？你再把你这小姨给弄进来，啊，让他来捣乱，是不是？你这买卖还做不做了？当年小姨的厨艺是真的不错嘛？再说现在后厨缺人，他要是真的能来，你看，我说你，哎呦，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？这当一个厨师跟一个武师是一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时间长了不动，那武功就全废了。你小姨退休多长时间了？武功废了，没了，就我们川江这块牌子，你说找什么样的面点师找不着啊？你找一个武功全废的，退出武林的。说说让人笑话嘛，真是，不行。我是没办法了，您说怎么办吧？上回纹身的事儿，我爸差点把我皮给扒了，我辞职，他把我炖了呀。炖水萝卜，那兔子陪你啊。人呐，最终都得为自己活。别人的看法和观点不重要，哪怕是你爸。对我爸爸，我不敢开口。你还有不敢开口的？啊？那于晶晶都让你给打败了，还有什么不敢开口的呀？嗯？我。你放心，咱俩在一块儿一定战无不胜。